嗨，大家早安，我是美乐。嗯，我是阿丹。那我们今天又来到埔里了。对，这次呢，我们总算看到好天气，而且这次很奇妙的是，前后都下雨，就这一周躲不掉的要好天气。对，我们今天终于组成了一团，有八个人。那我们现在五点从饭店这边出发。然后我们这次呢是先到埔里这边过夜一个晚上，那我们这样子就可以睡到四点，对，睡到四点就可以五点出发，这样就比较舒服。对，然后这间饭店就在碧里中心碑的旁边而已。好，我们走吧，现在五点了 ，Go Go Go Go。然后我们等一下到山上的时候，我们频道有一个新的 project， 然后等一下再跟大家说。嗯，到山上的时候再跟大家讲。好，我自己是不太愿意面对了。好，走走走。好，路上小心哈。好。路上小心哦。老英格兰到了，呜呼！哇，呜，好高啊！谢谢。好，我们现在到老英格兰的门口了。这里，对，上次有在这里拍照，越骑越高了，越骑越高喽。今天天气超好的，都有蓝天。然后我现在停在清境这里。然后那边有羊哎，一整群的，大家看，哇，在那里有没有？超多的，在那边休息。然后这边有鸟，超可爱的，有没有？其实我是想偷休息啦。好了。我们骑到最高小七了，嘿嘿，嘿，哟，最高小七。哇，好高啊，超美的。怎么了？累了。脚真的酸了啦！看这两个人在做什么？喂喂，在做什么？
哇，我们两个人在抹啦，秀大腿，好拍啊！我来看看你们两个，对啊，兄弟，看吗？哇，脚好痛啊！脚好酸哦！我们在抹大腿，你在那边笑，脚很酸哎、欸，是不是？就你还笑得出来？酸的，啊，累，啊、累。这就是骑五岭的唯一的一段下坡。现在刚吃完一点补给，然后又开始出发了，应该还有15-16公里吧，好远啊，加油！然后现在天气已经开始变冷了，好冷啊！到了。我们的补给车在叫我们了，我们在补给车，哇啊老天也不可能给你下雨。对，我这次骑得上去了，好吗？真的，我快不行了，好累啊！我这次有进步了，都还没牵车呢。现在白墙一片，然后我现在过了鸢峰了。上次就是骑到过鸢峰而已，就下雨了。这次希望可以骑到五岭。白墙一片。这次应该可以骑到五岭了啊！今天天气还算不错，好累啊！啊，现在过了鸢峰，骑了大概10分钟，啊，这个骑到都要扶这个栏杆呢，休息一下，我现在在休息。怎么办？我不知道。怎么办？哎呀！谢谢。红红就是了，就是牌楼了。
去吧。